想不到吧？有没有看到这个海利克斯？你们需要帮忙的讯息，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赶来了。现在不是放弃任务的时候，将军。你这厉害的超级大混蛋，你是我最料想不到会出现的人。我实在不想插嘴，但是虫族开始蠢蠢欲动了。谢谢你们的援救，但希望不是只有你们两个。将军，你知道我总是有所准备的。看这壮女妖这么帅啦。你也许是个该死的海盗雷诺，但是不论如何，你今天救了我的士兵们，我是绝不会忘记的。只是小事一桩，将军。瞄准开枪，吉米老弟。这些该死的生物不断出现，这是银河系最大的三连射。很遗憾要打断你的乐趣了，泰克斯，但我们得立刻向主要的虫巢堆前进。那可是个艰巨的任务啊，老兄。在地下的蠕虫跟头上的飞虫之间，我们没有推进到任何地方的本钱。你一直是个鼓舞人心的人，泰克斯。霍菲尔，你那边状况怎么样？可恶的毒药！我告诉那些娘娘腔的医护兵，卸下我的手臂，让我重返前线。即使这样，我的状态也非常差。我决定将指挥权交给你。我了解，我知道对你来说不容易。不容易，小子，和你将要面对的相比，这可简单多了。到了主巢，你必须要选择，先处理他们地面的支援部队，或者是他们空中的支援部队，才没有时间同时对付。不用担心，将军，我会料理那些虫族。你一有机会就快回船上包扎一下，这是命令。救回十个自治联盟部队的空投舱很难吗？新闻，这是 UN 的凯特·卢克维尔在现场为您进行报道。今晚令人震撼的消息是，大量的虫族开始撤回他们位在查尔行星上的主巢，大部分的异形放弃了所占领的行星，而多数的异形都聚集在那个火焰般的行星附近。这代表了什么呢，凯特？
我们真的不知道，唐尼，我们将随时通知你最新的消息。我知道那代表什么，那不是件好事。唐尼怎么复活？降落区域安全了，指挥官。沃菲尔将军相信，在这种情况下攻击主虫巢是自杀的行为。牵制性的攻击来瘫痪虫族部分的防御，将能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一次机会。好吧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我在想，那可比虫族还让我害怕。到主巢前，我们必须要干掉那些地下蠕虫，那些不管到什么地方都会对我们猛攻的虫族，可不会对我们的健康福祉有任何的注意。这样说吧，把炸药放在虫之地网的正确节点，就可以把它整个系统灌满岩浆。你怎么说，将军？很危险，但值得一试。他们的空军是比较大的问题，即使我们的军队可以前进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在空战期间提供适当的空中掩护。不录了，不录了。有任何建议吗？根据情报显示，八成的虫族空军都在低轨道上的一个感染平台，我们攻下那里，我们就能取得制空权。该死，如果平台这么重要，干嘛不用核弹轰掉它？那些虫巢都钻得很深，地面的轰炸不会有用的，我们得派突击部队降落在平台上，然后将它拆毁。你来决定吧，尼洛。你们想先看哪一个？我们反正我们不管是破坏地道还是攻击平台，我们最后打完以后会去接那个档案库再重打。所以你们想看哪个？想看哪个先啊？有没有 mod 开个投票之类的？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选奶大的？靠，这有点难选哎。来，出来吗？攻击平台32票，破坏1票，那就破坏。只要虫族能使用虫之地网，我们整个军队都受到威胁。我了解空军的难处，但是把那些地道关闭是我们最优先的目标。和我的评估不同，但是我会遵命。你是专家，祝你好运，指挥官。好决定，吉米，给虫族看看我们天堂之魔是怎么办事的。天堂之魔，深度扫描分析显示，侦测到在这地区有3个断层，如果引爆3个地点的超震波炸弹，可以重新将岩浆导致临近的熔岩洞穴。谁能告诉我们在下面要对抗的是什么？侦测不到，长官。因为有岩石层挡在中间，所以无法正确侦测虫族身体讯号，请格外小心。不管怎样，我们还会需要更多人来搬运核弹。我以前来过这些地道，来的人越多就会越危险。
我宁可带领更小更有经验的队员，而不是一整个军团。我或许有适当人选，我的一些精锐士兵全是身经百战但纪律很差的战场老兵，你一定会爱死他们。听起来不错，将军，但是我有我自己的人马，况且让他们出去放放风也不错。有些小队在降落的时候躲进地道找掩护，所以你或许能在那里找到一些增援部队。如果我侦测到他们的讯号，我会再联络你。好，你去做吧，但是我无法保证什么，毕竟这不是营救任务。放放风，干掉他，包在我身上。这帮好妹子，我跟你讲，突击队出动，听起，让这些家伙好好瞧瞧人类的小发明——马克十二穿甲弹，听起来不错。突击队出动，决战时刻到了，包在我身上。听起来不错，有什么安排？战时刻到了，别独占所有的乐趣，吉米，让我试试看这些撕毁者手榴弹。听起来不错，决战时刻到了，包在我身上。要怎么一发五杀？听起来不错，突击队出动，决战时刻到了。请说，包在我身上。决战时刻到了，听起来不错。移动感测器破表了，史旺，在我们前进之前，何不先把那个炮塔架好？照办就是了，朋友。你只要待在火焰贝蒂身后，让他承担所有的炮火。包在我身上，突击队出动。说来听听。决战时刻到了，突击队出动。信号接收到。我听到了，将军，请继续。有一些我的人在附近，他们被牵制着，解救他们，他们就会加入你了。到了，请说。包在我身上。说来听听。决战时刻到了，进攻。让开火器，我有什么安排？一队出动。包在我身上。不会有感觉，请说。听起来不错。我等一下试一次给你看啊。但因为我已经成就解掉，所以我也不敢说我那一次一定有五十只。太酷了！那我可以让你知道大概是什么。他们送来重击火力。是啊，我还能说什么？吉姆，有东西要修的话找我就对了。在洞里爬来爬去，那不是我。史旺，如果我跟你不熟，我会说你害怕了。懦夫，我就知道。不是那样的，只是武器工具。说来听听。干掉了。小吗？听起来不错。有什么安排？突击队出动。在等你的指令。请说。干掉他。怎么？说来听听。请说。有什么安排？一队出动，决战时刻到了，听起来不错，干掉他。谢了，就是这样吧。额外解说，被干掉了。决战时刻到了，听起来不错。解说，不会有感觉，听起来不错。就是这里了，守望，我用信号弹标记在断层上，在那附近放个炸弹吧。没问题，牛仔。得防守这个炸弹直到架设完成，注意动静，伙伴们。任何峡口对火焰贝蒂来说都是绝佳舞台，你想他在哪儿，高手？高手。说来听听。被什么？听起来不错。决
战时刻到了。一队行动，有什么安排？包在我身上，听起来不错。一队行动，听起来不错。请说。决战时刻到了，进攻，包在我身上。机队出动，听起来不错。决战时刻到了，包在我身上。听起来不错。决战时刻到了，说来听听。机队出动，包在我身上。听起来不错。决战时刻到了。机队出动，包在我身上。错，决战时刻到了。机队出动，包在我身上。听起来不错。我会带你们活着出去的。包在我身上，说来听听。机队出动，干掉他。决战时刻到了。听起来不错。包在我身上，有什么安排？决战时刻到了。机队出动，听起来不错。包在我身上。机队出动，哪来菜鸡啊？不要干掉他。请说明需要有什么安排？听起来不错。包在我身上。决战时刻，说来听听。大一波虫洞吧。机队出动，听起来不错。机队出动，包在我身上。有什么安排？决战时刻到了，这些炸药快要爆炸了，快点离开这里。合作比较难，合作太难了。啊？哦，星海啊，干得好。然后半夜会玩那个侏罗纪。等三个都炸掉，这里会被岩浆淹没。听起来不错。感觉好像铁砂掌都过来了。这里一定是他们关犯人的地方，并让他们被感染。他们已经没有希望了，应该让他们从痛苦中解放。那个香蕉差点就被他丢掉了。小心感染虫囊，爆炸吧！突击队出动。我说那只熊。听起来不错，包在我身上。这地方就可以解50发50那个。来，你看，这些鬼才真丑啊！轰掉他们。这样子可能就有。不一定啊，要多试几次。再多试几次，等等后面还有个地方有机会可以试。机队出动，有什么安排？决战时刻到了，听起来不错，包在我身上。决战时刻到了，机队出动，听起来不错，吧？这里有一些家伙，长得真是丑怪。来，你看，来，到了。教你怎么接50啊？那个人在吗？刚刚那个要50的那个还在吗？包在我身上，你要狂飞一场。我上135，我要射了，很多哦。废物将领，开始了。找个地方藏起来，不然就是重组的临时了。别浪费我。干，拿错字了。听起来不错。你要说来听，有什么安排？怎么？应该是有啦，应该是有啦。听听，干掉他。怎么？好了，我们等一下最后再来那个，他最后会有显示说杀了多少，好不好？有什么安排？不错，奇怪，我选到泰克斯，听起来不错，又不是穿蓝色的吗？包在我身上，决战时刻到了，包在我身上，熄灯，哎，决战时刻到了，射真乖，怎么？机队出动，决战时刻到了，听起来不错，突击队出动。有什么安排？包在我身上，听起来不错。包在我身上，我觉得应该有啦。我们等等那个跳出去的时候会有。哎哎哎！说来听听。杀女的，听起来不错。机队出动，决战时刻到了。当心，是毒爆虫，别让他们靠得太近。贝蒂万，请说。包在我身上。该死，那些玩意儿真恶心。下一次试着不要让他们喷溅到你身上。我的护士啊，感谢你的建议，小子，现在可以闭嘴了。信号接收中。到了。雷诺，请回答。我侦测到附近有另外一小队的幸存者，找到他们并拯救他们。
我猜最后一段就是拯救他们。该死，我还以为我们能跟他玩场扑克牌呢。这是偷袭，他在我们后面。决战时刻到了，包在我身上。记住，一队不动。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。听起来不错。很高兴看到你们。前面的洞穴有一大群虫子，所以我们最好小心点。啊，是虫。对。啊，是虫。说来听，请说，有什么安排？干掉他。怎么？请说，有什么安排？请说，怎么？说来听，干掉他。请说，怎么？干掉他。那种斯特曼留下来打。什么？他们才刚要开始，两个一组行动，我们得击退他们。快，快，不断前进，不然他们会消灭我们。谁是我？有什么安排？干掉他。有什么安排？什么？说了什么？请说。有什么安排？干掉他。请说。雨姐，说来听听。干掉他。什么？爆料又丢完了。六点钟方向有更多敌兵。进攻。听起来不错。请说。干掉他。说来听听。什么？请说。说来怎么？干掉他，有什么安排？请说，说来听听，有什么安排？干掉他，有什么安排？有数百万只的虫族入侵。行动，请说。说来听听，请说。说来听吗？请说。干掉他，什么？有什么安排？干掉他，有什么安排？有什么干掉他？说来听听。七百五十页。哦，终于到了。请说。说来听，请说。怎么？额外，请说。干掉他。别人的时候到了吗？有什么安排？说来听。干掉他。有什么安排？怎么？有什么安排？有什么安排？突击队出动。说来听听。啊，虫族真是太迷人了，我真希望能多了解他们的生理结构。我非常了解他们，只要开一枪他们就死了。我的意思不是像你们两个闭嘴。就像以前一样，设置一道防线，防止任何东西靠近架设中的炸药。炮台750滴血，超多。请说。责务说来听听。请说。干掉他。请说。怎么？干掉他。有什么安排吗？说来听说。服从。干掉他。听怎么？有什么安排？说来听听。有什么安排？怎么？有什么安排？我干掉他。请说。说来听听。有什么安排？说来听说。怎么？干掉他。请说。干掉他。怎么？说来听听说。包在我。干掉他。请说。说来听有什么安排？怎么？干掉他。听起来怎么？有什么安排？他没有搞头。说来听听，有什么安排？怎么？请说，有什么安排？说来听听。干掉他。说来听听，请说，有什么安排？突击队出动。怎么？请说。干掉他。怎么？说来听听。说干掉他。说来听听。怎么？干掉他。有什么安排？包什么？干掉他。有什么安排？请说。说来干掉他，请说。有什么什么？有什么安排？说来听听。该死，是地震。那不是地震，那是雷兽。区区雷兽，请说。干掉他，有什么安排？怎么干掉他？有什么安排？怎么？请说。有什么安排？说来听听。怎么？有什么安排？说来听，干掉他。请说，干掉他。说来听，干掉他。泰克斯不能打针，机枪可以。我们快点离开这儿吧。
只要再一枚核弹，我们就能享受地下烤肉大餐了。保持警觉，小子们。地下烤肉大餐，突击队出动。有访客，吉米。哦，我接收到某些讯号，频率很稳定，可能是虫卵或者是幼虫。我身上。决战时刻到了。快点！什么？决战时刻到了，说来听听。机队出动，敌人在突破，包在我身上。给他，你知道吗？那些虫卵一下子全部孵出来，好像他们在等着我们。他们非常有可能是被另一个虫族生物所控制。以火制火，说来听听。包在我身上，请说。准备烧烤喽。有什么安排？听起来不错。哼，不管那些虫卵蹦出什么，要是被我遇上的话，他们将痛不欲生。信号接收中。干。雷诺，前面不远处的另外一个小队，他们的处境听起来很糟糕。超级雷够的呀。小心谨慎。这里，这里，救救我们！到了。天哪，完蛋了，老兄，完蛋了！哎，洗了？什么？决战时刻到了，听起来不错。谢了，老兄，我还以为我们没救了。你还没脱离险境，那么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。马上把炸药架设好，我对这个地方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好了，牛仔。当它爆炸的时候，我们得远离这里。那什么鬼东西？这个菜鸡后虫不是我对手啊！该死，他在下蛋。我们得打倒他，他还在附近，我们绝不能离开炸药。快点来救援！机队出动！什么？干掉？说来听听。谁是老大？请说，说来有什么吗？请说。干掉他！说来干掉他！什么？说来有什么？请说，说来请说，有什么干掉？有什么安排？请说，说来听听。听什么？有什么安排？说来听什么？请说。他还要更多虫卵，在后虫得到前阻止他。什么？干掉他！什么？说来干掉他！请说。包子说来听，有什么安排？请说，有什么安排？什么？说来听听，有什么安排？点燃的时候到了。请说，干掉有什么？什么？说来听，干掉。请说，说来什么？请说，有什么安排？干掉。说来听听，什么？有什么？什么？请说，有什么？干掉。说来听听，干掉。请说，有什么？他们正在摧毁超震波炸弹，我们得阻止他们。有什么安排？干掉他！有什么安排吗？没有任何生命迹象，他死了，吉姆。出不去的话，我们也无法幸免。炸药倒数计时钟，英雄，我们得立刻离开这里。贝蒂会让他们忙到死。火焰贝蒂，好，熔岩在往上升，这就是整个计划的目的。赶快到撤离点去，你这白痴！啊，熔岩在往上升。机队出动，说来听听。包在我离开这里，快跑，走走走。听起来不错，决战时刻到了。包在我身上，突击队出动。
怎么？肠道干掉了。警钟，听你的嘱咐。是有什么安排？决战时刻到了。包在我身上。因为出动。包在我身上。听起来不错。决战时刻到了。说来听听。干什么？机队出动。干掉了。听起来不错。师弟，决战时刻到了。突击队出动。谁要有什么安排？听起来不错。请说。包在我身上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决战时刻到了。包在我身上。说来听听。请说。机队出动。决战时刻到了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干掉他。愚蠢是无药可医的。没错。再没有比狠狠把虫族教训一顿更爽的了。看那些洞穴坍方，看他们消失，我一点也不难过。哇塞，我们的确杀了不少哎！我想他们现在一定很怕我们了，很怕你，很怕你。好吧，看看我们离开的这阵子，伙伴们搞得怎么样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一发射多少。雷诺击杀的单位最大狙击击杀数49，